大家好，我叫沐浴。大家好，我叫小铃铛。我们俩是探险家，有一次在森林里面探险，因为这个森林里面没有生物，所以咱们俩没有足够的食物，晕倒在地。当我们再次醒来，就已经到了晚上了。看了看四周，看到了一个大房子，咱们俩向大房子走去，听到了脚步声，然后咱们俩就被一个棒子打晕了，渐渐的昏迷了过去。醒来之后，发现我们就出现在了恐怖奶奶的家呀。对呀，恐怖奶奶的家。然后提示的话，安静，他什么都能听到，可以躲在床下或者橱柜里，逃离时间只有五天，离开那里只有五天，你只需要待在家里面和安静，奶奶什么都听见了，她疯了，祝你好运。我记得小时候奶奶对我可好了，她时不时就用大棒子呼我的头。对你真好，哥哥。好了，咱们把房主神器这里能用到的东西都拿上吧。这些箱子里面都没有什么东西，神丹药丸，然后这边的东西就不拿了。我先把装备，来来来，给你裤衩子跟鞋子。谢谢哥哥。走，就在附近。小声一点，奶奶应该在附近。他我找过没有东西，哥哥。他应该不会到房间里面来吧？没有东西，哥哥。我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是吧？哎，神经病啊！你能不能开开门？不要关上门！奶奶，我在这呢，奶奶！哎，开门，你出去，去吧，屌毛笑！奶奶，你在哪呢？奶，亲爱的奶奶。找一下看有什么东西。哎呦，什么东西在打你？这有小虫子，有小虫子。不是奶奶的鬼魂吗？有小虫子，我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没？好像没有东西哎，这里有个罐子，这罐子打不开。哎，这有个漏斗，车钥匙，我拿到车钥匙了。哥哥，你小心点哈。这什么玩意？真的。我听到了什么声音？我这里好多小鸡居，好多小鸡居。哎，这里还有一只小河马。你看这小鸡居，这小鸡居死不了的哎，怎么有这么多啊？哥哥，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跟他刚了，我害怕奶奶会过来。啊！快门，你过不来吧？嘿，嘘，不要发声。我要过来吧。我听到了狼叫声，我这里能看到他。奶奶过来了，你别奶奶在我家，你别发出声音，他会走的，我看到他了。奶奶在我门口，奶奶不会开门。旁边不是，你看这旁边能不能绕过去？哎，我没看到他了。我捡到了一个喷气筒。走了。奶奶不会开门。奶奶走了。啊！奶奶在这边。快跑！快过来！关门！我怎么会转角就遇到奶奶了？在这边！哎，你别躲在柜子里面走啊！咱们得找东西啊！哥哥，你走！奶奶来啦！奶奶卡住了！快跑，哥哥！哎，打不着！看我，你再害怕什么？来打我呀！哥哥，打我！打在我们的房间里面，哥哥不要怕，可以走过去了。他被卡在那里了。你确定吗？他在我柜子门口，哥快跑！那我祝你好运。拜拜，想你了啦！哥哥，你是不是有点欠人了？你给我把门给关上，你过分了！你过分了！你给我把门！你就待在那里吧，我去找物资了。别动啊！你给我把门给关上了，他怎么出去？别动！你吸引他的仇恨，我来找东西。好气哦，但是要保持微笑。哎，nice！ 夜市袍子，有了这个夜市袍子，咱们是谁啊？好的，加油！奶奶跑出去了，哥哥。真假的？真的。他的头就在我，哎呀！奶奶头就在我的那个
柜子的门口。我这里好像看到了什么？谁打我？哪个臭不要脸的？哎，我又发现一个钥匙，秘密屋的钥匙，一个是车的钥匙，一个是秘密屋的钥匙。来呀，快回呀，反正有。哎，来呀，打我！发生什么？我跟奶奶两个人一顿狂撸。等吓得我冷汗都冒出来。等一下，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哎，我获得一张纸条。去你妹！完了，要死！快跑！别让他打着。哥哥祝你好运哈！我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我在找东西，分开找一下。我刚刚好像看到出去的门口有那个石头跟木头挡着。石头和木头挡着。咱们得找镐子跟斧头。哦，可以。哎，我已经生物什么鬼？哎，我找到了一个什么毒气罐，对，毒气罐。哎，这有巧克力耶，这巧克力能把它？哪里有巧克力，哥哥？能把它撸开吗？撸不开。注意看，有巧克力的地方可以用脚踩它。哎，我又找到个钥匙，武器库的钥匙。我找到了一个举暴击枪枪尾。什么东西？断头台吗？哎，好巧呀！奶奶呢？天哪，这是个什么玩意？奶奶哪去了？奶奶不知道。你能不能进来的时候把门给关上？等等，这等等，你这里怎么会有个拉杆？龙岩球，奇怪的肘子。好像待在他的小角落里没跑出来。奶奶去哪了？这里可以蹭进去吗？蹭不进去。哎呦，谁开门声音？我听到开门的声音。奶奶不会开门。奶奶有点傻，她不会开门，她智商有点问题。是我在开门，哥哥。这里是出去的路啊。哎，我刚刚从哪里绕过来的？真的？哎，这有个拉杆。哦，怎么又回到这里来了？这房子好大呀！不要，我的天哪！奶奶在哪里？咱们分开找一下吧，分开找一下，找些重要的东西。我是分开找的，哥哥。但是我没看到奶奶了，哥哥，奶奶去哪了？我都不知道。摔死了吗？我都不知道我绕到哪里去了。啊！我好像看到他的影子了。真的吗？没有啊。哥，你在哪里啊？他在我们出生房。哥，我们把他关着吧。你别过来，我告诉你，妖魔鬼怪叔叔离开，我打死你，去死吧！你试试吧，去死吧！你是不是？哥哥，我还没听说过还有这种操作的。奶奶被我用这个东西打死了。还没有接过这种操作的。咱们可以放心的找东西了。哥哥，你捡到了灭虫那个气的壳吗？哎，这有巧克力，这里有道门。天哪！漏斗。泰迪熊。泰迪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哎，这里有个锤子。有斧头吗？就是锤子啊！他说这个斧头不就是锤子吗？丢哪去了？丢到漏斗里面去了呀。锤子可以把主门的障碍物锤掉。武器库。谁打你？武器？对，我刚刚获得了武器库的钥匙。可使对方获得缓慢。来吧，咱们暂停一下吧，把东西找齐，需要一把镐子。嗯，好的。我找到了。好的，哥哥。
找到出去的钥匙了。出去的钥匙，从哪边过去啊？哎，这边，来，咱们把这个障碍物给破坏掉。他好像是拿斧头弄这个的吧？锤不掉啊！你给我试一下，哥哥。什么东西在打我？有个小虫子在打你。好硬啊，这个东西。好像是好。神经病啊，锤不掉啊！你看锤得掉啊！又借，漂亮。下面还有一个，我的妈呀！一分钟的冷却时间。哎，对，这样就行了。走，哎，出来了。我们就这么轻松逃过去了。逃出来了，主要是我在慌乱之中，用那个房主神器把奶奶给撸死了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朋友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